大家好，俊华在分享之前呢，请朋友们帮俊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顺便打开小铃铛哦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周杰伦2020年新作，网络上呢中文是翻成莫吉托，我们用西班牙文发音，因为这是源自巴西的一种鸡尾酒 Mojito， 我发音可能还不够标准。听不懂那就把它念成摩鸡特或者是摸鸡头吧。呸，我跟大家乱教的。传统的 Mojito 呢是由五种材料制成的鸡尾酒。兰姆酒、甘蔗汁、莱姆汁、苏打水还有薄荷叶。我在上面呢会分享一个 YouTuber 制作的 Mojito 过程。Mojito 呢也是知名美国作家海明威最喜欢的鸡尾酒，有兴趣的朋友呢自己去找古老师求教吧。好嘞，讲回我分享的音乐吧。这次嘞还是分享了三个版本，而为什么 Auto Saxophone 分享了两个版本嘞？其实我也在尝试突破更多的表现方式，这里是我录的十几个版本中的其中三个。想想这里面最简单的莫过于 Tenor Saxophone 那些间奏，就是乖乖的单纯的照原曲吹啦，好，尽量不做什么味道啦，所以练起来还蛮快的。好啦，
最后就是有 Taylor Swift 的版本，希望大家看到不要喷饭哦，哦，或者请大家做好关机准备吧。哦，我可是不负责打马赛克的。哦，最后还请大家一键三连，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